然后试试看，就这样，没错哈，这个阵法没错哈，我没带错，哎，这个确定一下，也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确定一下技能，而且我还在跟你们闲聊哈，都不知道我的心酸，你们都只会在那边说说我，差点按错。究竟会不会赢呢？我觉得我是打不掉了。你看是打不掉，他们还有神兵，救命啊！然后里欧超痒痒，里欧要冲进去吗？哦，不行，还好我没站呢。那我的理由站这里好了。哦，不要站这里。我的兵力应该要站在方圆的位置，我才能直接打到。不过算了。OK， 打掉一只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想一下，我只要打死一只，对不对？多人在攻击，是吧？但是我要打得掉，可以，我的兵力可是很强的啊！我的兵力是很强的，我的兵力是无敌的，可以。虽然我战斗力只有五，我还是可以的。拿命来，将领功，再给你最后一击。OK， 所以我反而可以再打一次，会比较好。等一下，站这里好了。然后看，就是我是放兵力再先打兵力，对方的兵力，把他打死之后，我再打火属性的，收掉剑平跟曹庆，然后再一，所以我丢一次行动可以打阿良，所以啦。战斗力就四万的我来说。我还是，你可以过吗？可以的，可以。好，三成就，我加三成就了。死的生魂果然是最好的。Yes， 好，给各位参考，总算有一个影片可以发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反正配置呢，就是刚刚那样子啊，就是我是放那个。铁下、李优、冰离，然后宁采臣跟方云，一回合解决，好，三成就，赞赞赞。